真的，我也觉得，哎，那个杰妈用夫啊，我也觉得真的，一个黄花大闺女嫁给一个，哎，我不知道是那个人。他们说的就是说什么嘛？就说的是，他们说就是，嗯，县里面有房嘛，然后，哎呀，又有车嘛，啥啥的嘛，然后就让你嫁给他。嗯，你想一下，真的多少岁才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你想一下，他比你大多少岁，然后而且还有那个，真的，而且他有三个孩子，你去就是直接去给人大后妈。所以对呀、啊，对啊，有房有什么了不起啊？对，对对对，那个杰妈是性情中人哈。他哎，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觉得，你看当时的话，我外婆的话还被那个堂外婆给怂恿了。我外婆都说，她说，人家有房子，她说有车，她说你不嫁干嘛？她说你要嫁给谁什么什么？洗脑了是吧？哎，老人很正常的，老人，你要不然什么人家那个，骗钱的啊什么的。这网络那些人家都不是老人上当吗？是不是？你知道他们就说什么吗？他们就说的是，说就是，人家这样的条件，他说你们不那个PK， 他们不来给他们来个 PK， 谁啊？你小姨他们两个，你们输了，你们输了，什么情况？你们肯定输了，输了的人干嘛？那个没有，我首先我过来呢，我是那个陈总，我来感谢一下你，然后你帮就是阿英把这个他的婚姻跟表哥婚姻这个事情就是给他处理清楚了，我来感谢你的。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这个也是我应该做的哈。我们要不要玩一下 PK 啊？陈宇，就因为 P 感谢，所以要跟我们 PK 什么啊？就打网络 PK 啊。哎呀，我们好像就玩了一次就行啊。哎呦，这怎么玩啊？这个玩就是输的人干嘛？输的人做俯卧撑，俯卧撑。阿英做俯卧撑，阿英让阿英做俯卧撑吗？输的人画你算了。哎呀，那做什么？等一下，我拿个架子，看着我没有优势啊！我阿英，你把那个架子拿过来。你肯定不是对手，不是对手。你不要那个，这个还没到那个时候，谁也不要说那个，好不好？你们俩结婚了吗？你开始说大话了哈！说了真心话，说了真心话，说了真心话。对对对，说了真心话。可以，来这个。他们输了。对天发誓啊，不能说谎啊，输了讲真心话。输了讲真心话。对。对。哎，真心话大冒险。是阿姨，就是阿姨讲真心话是吧？来，我们帮忙注定一下，这里其实还差19个人，随便点个，可不可以重新大家随便点个爱心就行了。看一下这个，一分钱一毛钱的，能不能重新？等一下，我把那个镜头转向阿英啊，要是转向我那个看不见人的话，我们这个还差11人，还差10人啊。你把灯打开吧，陈宇哥。还差9人，对，只要一个人，只要一个爱心就够了。谢谢夏姐啊，还差6个人，还差6个人，还差4个人啊。好像2个人，挑战完成。哎呀，你们输了。怎么你们这玩什么呀？我们玩血条，你看到没有？我们血条赢了，看到没有？你们输了，红色的是我的，看到没有？还有2分。你怎么就输了？你这连开始都没说，你怎么就说我？行，那我们行，那我们重新来。再来一局。好，就是。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玩真心，对，真心话。然后我一会儿有事情。哎呀，怎么我们都往后面退呀、啊？他说他都往后退。干嘛？他说他的血条往后退。对呀、啊，我都怎么往后面退呀、啊？输了什么输了？我还没开始呢，你们。对呀、啊。开始已经开始了，你们俩不要耍赖。哦，意思是他们输了，输了的话，我们会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要对天发誓不能。哎呀，怎么你们都63了，我才8，我又往后面退了。又往后面退了，谢谢琼姐，谢谢春日的我姐姐。你可以叫你家里的，你可以叫你家人帮你上啊。哎呀，我家人们他。这个是要送礼物才能那个的。
送礼物呀，送礼物才能那个往前面走吗？对对 对。哎，那没人给我送礼物了。还有四分之一，主要是你没有。两位，你们都那么久都没有见过阿英直播了，那你看他们两个就这样来逼我的话，那是不是他们说四个锅让我做？明明我们就是顺便的，就是不小心就把他们打败了。真心话，明明我们是不小心，就是顺手就把你打败了。我们都没想赢。顺手的，顺手的，就是真的，还是我们呢？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小心就赢了那个。那我家人们，你们可以给我上一下吗？他们两个有点嚣张，欺负我了，我感觉。虽然是我长辈啊，但我感觉他们俩有点欺负我了。我不是欺负你，我们都没让家里人刷礼物。我们只是顺带就赢了。顺带就赢了。他们直播间有多少人啊？你管我多少人，跟多少人没有关系的，主要是看有没有人支持。有人支持的话叫一个就够了。一个也够了，对，支持我耶。哎，不行不行，你赶紧光播吧。看来还是我长得好看。嗯，反正是你长得太好看了，所以没人直播。怎么还差十九人？那个是还差几十个人？那是什么意思啊？还差几个人给你送，就给你就是有给你就是送礼物嘛。阿英退婚了吗？阿英他那个就是那个陈总帮他把婚、对啊，家人们，你们看一下呀，他们两个真的是有点那个了啊。表哥家的那个给他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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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大红姐姐，谢谢谢谢。还有他十九个人哦，还有他十九个人，家人们你们再上一波。谢谢袁姐，谢谢，我看一下。差多少个人是在？怎么都是有人给你们俩刷哟？差五个人。哦，差两个。差一个，我还差十六个人，谢谢 WYY 哈，我们挑战完成了，下去了，我们挑战完成了，你们还没，这个比较差的有点太多了吧？这差别也差的太多了吧？你们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你们看一下那个，谢谢，那个样子，我的天哪，都有人给你们送墨镜，也没人能，谢谢琼姐，你们看一下阿姨那个憨憨的那样子，那个。啊！笑死我了都！关键也没有人给我那个，你们看，你们两个都是琼姐跟那个楚河日当，我给你们俩没有不止很多，我们都没让他们给我们送礼物。我们是，那我可以把你们直播间，我让琼姐过来给我刷一个眼镜。家人们，我们不用送礼物了，阿英跟陈宇输定了。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六百还有两分钟啊！你不要，我们六百，我的天哪，怎么没有人敢输定了？他们输定了。我们道路走偏了吧？我们比较变成娱乐主播了。他们输定了！我的天哪，这肯定要输啊！还有一分钟，你看都没人支持我，那肯定会输。我觉得我们，啊、我觉得我们下一场还是画脸吧，谁输了在眼睛这里画个圈圈。我感觉，他们都是我输吧，都没人都没。他们打不赢我们。哎呀，你们家的家人。哎，算了，就是阿尔知道你们要输的，所以他不舍得你画眼睛，他就是算了，晚上好。关键是连我都没有人支持我哎。他们两个是来羞辱我们的吗？别人会偷听你。你们两个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有人给你们说啊，还有啥的，就那样就来就是。别人会偷塔的，偷塔是什么意思？再一次性送礼物，偷不了塔了，偷不了塔了。我认识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我认识那个陈总。我看到过那个陈总，我给你们就是形容一下他的样子，好不好？就是。谢谢谢谢我那个。然后戴个眼镜。家人们，你们一人穿一个，我都不至于我。然后经常穿短裤短袖，经常穿那个运动鞋，然后很多时候穿的那个什么鞋子，还有包包的那种很潮流。然后头发往后倒，对呀、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差不多，但是就是没人给我们。今天都有200多个，我们已经700了哈，手下败将。他们俩说我们，哎呦，我们在线人数差不多，但是我们分数差太多了。赢了，啊，那你问阿英一个问题，一个真心话。都没人给我刷，我还要说吗？所以你输了，说真心话。那我们问什么？哥姐算了。哥。苏阿姨哥姐们你们想不要问过分的哈，那么几百个人在那看着呢，你们问过分的话。我们问什么家们，我们问什么，你们来说，你们打在公屏上，我帮你们问。那两个人的样子。姐姐不刷了不刷了不刷了。家们不刷了。哎呀，你们俩好了不起，给你们俩刷的那个眼镜好了不起，我真的是。他是嫉妒的。对，你看他那样子。早知道我应该搞个号，我进去给你刷一下。对呀、啊，对，长辈要欺负小辈，对。
要不我手机开着直播，我真的高低在里面把你们干掉。你们两个是问退婚的是吗？问退婚的是吗？退婚。表白。真心话都退婚。进来的哈，就给我点点关注哦，然后呢，加入他粉丝灯牌哈，还没有关注阿姨的呢，就给我们关注一下，然后呢，粉丝灯牌给我们加一下哟。凡凡。樊总，你不是也是我爸爸吗？那你给我刷个眼镜吗？你又是爸爸了，你真的。我们现在是对抗关系，现在你输了啊，你来。你说要问他什么？大家想问他什么？没问的，我们就那个了哈。什么没问了啊？你想。没问的了吗？问什么？不能耍赖呀，不能耍赖哦。那他。对呀、啊。你们都没问的了，我们还耍什么赖？我们没问。我们再想一下，就是为了你着想，想一个就是轻一点的问题问你，知道吧？阿姨，你，你看，他又不知道想。你看他们两个那猥琐的样子。我感觉你们俩这样子，一看就不是问个什么好问题。我靠，这两个人怎么说话一唱一和的？果然是。跟你讲，女儿长大了是没用。看你们两个那眼神，我就看出来了。那个，阿姨，你知不知道谁喜欢你？这不算真心话吧？啊、哦，不对。他喜欢谁？哦，对对对对对。知道吗？好，阿姨，他说他知道。阿姨，你现在问两个问题，那肯定不行啊。那个不算真心话的。什么不算真心话、啊？他知道啊，人家知道。那你说吧。我问你个问题，你不能欺骗大家哈。我问你，你最爱的人是谁？什么？我说你最喜欢的人是谁？我最喜欢。还用说吗？是不是？我最喜欢。还用说吗？怕吗？哎呦，恐怕。这答案不是很明显了吗？还要我说吗？我不知道。啊，怕吗？我们要你。啊，怕吗？那是谁嘛？要说就是输了，真心话。我肯定最喜欢我外公外婆啊。不是我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哈。对，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好，你们两个成功的挑起了我们两个之间的战争。那我们哪里？那你问呗，那你也可以，那你有本事你就赢了呗。你赢了你也可以问二啊，那哎，哎呦，我赢不了哎。我们只有460个人在线，你们有多少？我去看一下。这个人多人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怎么没关系啊？阿姨已经说了，哥姐刷吗？阿姨已经说了，他说地上大是吧？外婆。他们有700人在线。陈宇，要不你不要伤心，陈宇你不要伤心，我待会我再赢一把，然后我问他阿姨，你第二。不赢了。我待会问阿姨，你第二喜欢的人是谁，好不好？陈宇，你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啊！我待会这赢了，然后我再帮你问一下阿姨哈。行。问我什么、啊？行，可以。我说我再给你一票，然后我再问一下阿姨第二喜欢的是谁？因为第一喜欢已经有答案了。各位你们把他们打赢，我有个很。问一下阿姨第二喜欢的是谁？我们就帮一下陈宇吧。阿姨，你们想不想让他们两个也说一下？你们想要的话，你们就把他们给。比下去，他们两个有点对、啊、对, 对面直播间的啊，你们要是想知道他们，我们要不要？真的失望了。我们要不要帮一下陈宇？我们要不要帮一下陈宇？来，我们再来一场，谁输了谁来说哈，谁赢了的提问哈，你再接。行。来。谢谢加入我粉丝团的。各位对面的，想不想听一下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些？陈宇的粉丝，来陈宇的粉丝过来帮我们上一下票。我们赢了，我们就帮陈宇问一下阿英第二喜欢的是谁？那个阿二他们的粉丝哈，阿二和凡哥的粉丝哈，你们要是想知道他们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就跑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是吧？不，我们可以实话实说，我们不需要真心话大冒险，我们可以实话实说啊。我那个他们俩对面的那粉丝，你们想一下，想要听一下，你们就想我们问他们什么的，你们就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然后你们说问什么问题，我们问什么问题。我说要问阿英，异性最喜欢的是谁？对，你们有些人是不是很想知道阿尔和那个凡哥他们两个的一些秘密啊？
可以。想知道的话就跑到我们直播间来。难道你不喜欢？难道你不想要让我帮你问一下阿英第二喜欢的是谁吗？反正第一喜欢他已经说的是外公外婆。孔姐，你不要帮他们俩。